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陪你》，那是我们沙巴干做的一首我们自己很喜欢的歌曲，这样子。大家有听过吗？没有哈，太好了。那有吗？有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其实我们吉他手现在非常的苦闷啊，因为他少一个弦，真的实在是不好去表现他的强项，这样子是吗？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很紧张，很紧张。你会被大家笑吗？然后现在不回答我了 ，OK？ 好，那掌声谢谢这首《陪你》。这个吉他有一个音爆的效果，是吧？
好，那今天大家过得好吗？好吗？其实我们今天部落有小米祭啊，然后非常的卡关。对，小米祭你们知道什么吗？小米祭知道是什么吗？哇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哈、哦？不知道？不知道？讲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收获小米。每年到了一个时候呢，小米就要收割，然后给猪人吃饭，这样。然后今天刚好就是收割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，这样。对。然后没事啊，没事、啊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，风烛残年是写给我奶奶的一首歌。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破音，所以希望大家破音来给我鼓掌，好吗？OK， 谢谢。那在这边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是安董，就是安静的安，董事的董。然后我有个乐团，我们是傻巴干。那现在应该不是傻巴干。对，傻巴干名单里面的人有一半都不在，那他们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。那就希望大家敬请期待这样子。OK， 带来最后一首歌，《风烛残年》。谢谢。夏天都在下雪，没有人。
谢谢。那在这边再次请大家帮我们多多支持安董还有乐夏。那我们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可能没办法了，真的很抱歉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很赶。那谢谢，再次给我们掌声，谢谢。不然你自弹自唱。好，